而战。荣耀是我的至高追求。前恢宏的天堂之巅被黑暗侵袭，信仰领袖决定清除黑暗。斯修拉从未将任何人放在眼里。三大阵营领袖雅尔达、艾利亚、艾尔龙获得了远古精灵种族赐予的魔法力量。手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斯修拉。就在斯修拉死亡的那一刻，他们意识到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，巨大的爆炸吞没了一切。信仰之战成为了传说，传说变成了神话。
小心自己的脑袋。升级哦，点击升级。